巨胆荔枝300颗，一口荔枝300果。荔枝太好吃了，怪甜的嘞。荔枝虽甜，但吃太多容易低血糖。荔枝这么甜，还会低血糖？荔枝含有大量果糖，果糖必须由转化酶转化为葡萄糖，才能被人体吸收。你听听你说的话，这咋可能还低血糖呢？如果吃太多荔枝，果糖就聚集在血管里，刺激胰岛贝塔细胞释放大量胰岛素来降低血糖，就可能会出现低血糖的症状。你别说，我现在真的头晕乏力，果然美食当前不可暴殄。干啥呢？大早上还不让人睡觉了？我这是在帮你看病啊。你才有病。没病，走2步。看吧，你都板结成这样了，记得清自己多久没长庄稼了吗？呸！你给我撒的什么？我这是在给你加肥呀。菜地不肥就容易板结，米糠能给微生物提供营养，让你重返青春啊。这两个又是啥？稻壳和稻壳炭结构松散，稻壳炭还能预防害虫，给微生物提供栖息的场所，到时候你头上也能长出庄稼呀。哀家要有庄稼了，快快给我多撒点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没想到这预防菜地板结小妙招还真是环保又高效啊。